好，翻翻嚟呢一节啊，咁呢一节咧系个特辑嚟嘅，咁咧就特辑咧就讲翻，因为咧就9月30号嘛，咁咧就9月30号嗰日咧就美国军舰，咁就嚟咗南中国海啦，咁咧就喺南分礁附近啊，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，即系呢啲叫做南海岛礁啦，咁啊叫 so call 叫中国领土啊，咁咧就对方咧就踩入嚟，系嘛，咁啊中国就迎击啦吓，即系迎战啊，迎击，咁啊中国就派一架052啦，咁啊过去。咁咧就北約嘅稱呼就叫旅洋級啦，咁就走過去，咁其實即係老實啦，通常就船來船往嘅啫，啲嘢係咪？即係你過嚟我過嚟，咩跳查查，咁你有人嚟我又嚟，你嚟我縮咁樣咯，我去你就走咁咯，通常都係咁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咧都有建立咗咧，其實一個海上規則嘅，係鬥影相嘅啫，都係就係啊。其實你見日本自衛隊啊，影相影得咁靚，你都知道人哋呢樣嘢係玩得幾熟噶啦，係咪先？咁通常咧咩叫做安全而專業呢，就係、是、大家要保持一個安全距離。咁老實啦，大家睇電視都有講啦，成龍大哥教大家嘛，係嘛？即係揸車都要點啊？即係要咩？使出真功夫，係啊，方為大師傅啊嘛。咁我哋做得大師傅，梗係要小心啦，係咪先？即係萬事穩陣啊。同埋大家記得啦，啲揸車你都知嘅，有1001同1002噶嘛，即係你要數夠兩秒噶嘛。咁軍艦何止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軍艦咧理論上佢哋有效距離咧就大概啦嚇，即係1000码啦，1000码。咁1000码即係你預大概係900多米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今次咧就好搞笑嘅嗱，我咧就睇 Popular Mechanics 啊。咁睇 Popular Mechanics 咧嗰張相啦，即係你知好黑白噶啦。咁張相啲人就話點影係咪啊？即系角度啊！首先咧，我哋要分嗱，你照睇咧 ，Alex 都有问系咪？即系你就咁睇，你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噶。系，同埋佢影到好似二次大战嗰啲黑白相啊，黑白相，因为佢用红外影噶嘛，夜晚红外影噶嘛，咁所以一定黑白噶啦，你搵唔到张彩色。红外噶，红外嚟噶，发生噶，哇！夜晚发生呢单嘢，咁咧嗱，讲翻啊，即系9月30号嘛，因为系啦，咁样就喺呢、這个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啦，南分礁嗰度附近啦。咁咧就中國覺得就你入侵我領土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出動呢個軍艦啦。咁咧就嗰陣時咧影咧嗱，如果你照睇咧，就後面嗰架就美國軍艦嚟嘅，前面嗰架咧就係中國軍艦，咁你見到中國軍艦同美國軍艦好型嘅啫，咦？好似好型嘅，好似美國雞人啰柚咁喎。係啊，嗱，如果喺呢張相睇咧，你會發覺咧，點解成日話中國軍艦撞美國軍艦咧？因为调翻转，其实个船头大家好明显睇到啦，就向我哋嘅右手边噶嘛。系，如果你咁计咧，系咪应该调翻转系美国撞人咯？又啊，系咯，咁你咪应该系美国撞人咯。系啊，咁点可能系大陆撞人咧？系，嗱，所以咧呢单嘢咧系经过精心策划嘅。系，嗱，我睇另一个网站讲啦吓，咁咧就话咧，其实呢单嘢系经过精心策划嘅 ，calculated 嘅，即系佢用个字系，嗱，咁我哋要逐个讲点样？边个精啲啊？点样蒸咯？边个蒸啫？边个蒸啊？咁睇心计同睇科技喎，边个蒸油？嗱，如果你睇咧后面嗰架咧就阿里巴巴级嘅，阿里巴巴级好易型嘅啫。你见啲天线咧咁样叉晒出嚟咧，你就知啊，呢个系阿里巴巴级嚟噶。嗱，大陆嗰啲咧就矮杆咧，你见系矮啲啦，就冇佢渣啲。佢真系将啲嘢咧就收得入啲。咁因为佢设计新啲啊嘛，咁所以咧 suppose 咧你见咧英国啲军舰都系咁嘅，即系咧会收得入啲噶。咁所以咧睇落去咧其实就顺眼啲嘅，我觉得。不过咧，如果你中意睇传统军舰，你都会中意睇翻阿里巴巴流流线啲啦，新嗰啲就系啦，新嗰啲咁样。所以咧，你照睇都唔知点啊。另外啦，有人问喂呢、这个角度咧点影嘅？咁、这个角度咧得两个方法影嘅啫。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咧本身咧呢啲舰艇上面咧有直升机噶嘛，咁呢直升机影咯。嗱，咁当然咧，大家就谂啊，呢个角度你觉得系应该美国嗰个影出嚟啊，定系中国嗰个出嚟啦？系咪？嗱，唔使估啦。呢张相系美国海军影嘅。哦，系啦，咁所以咧就美国海军影。咁对你话咦？点解大陆冇啊？可能大陆影唔到咯，影唔到。咦，个红外坏咗咩？即系可能啦。可能冇嘅，可能冇嘅，系或者影到睇出唔到街，唔知道。嗱，总之咧，依家大家睇到呢张咧，流传一路流传嗰张咧，都系属于美国海军影嗰张嚟嘅。系。咁咧就我哋谂咧，佢上面机载嗰个啦，即系嗰个就海鹰啊。系。咁咧就即系海鹰影出嚟，或者无人机啊。系。咁啊，两个都得嘅。咁啊，唔知边个啊？即系，但系我哋照顾都系美国海军啲嘢啦。好啦，咁咧，另外我哋讲翻呢个巧妙系点样巧妙法啦嘛。其实就咁嘅，听讲啦吓，个情况咧就系大陆系想驱离佢。大陆直头点咧，就系通常咧，你如果用无线电咧警告佢咧，我谂大家都应该睇过 BBC 啦。BBC 咧咪就成日好兴咧，就上咧美国嗰啲咧咩咧，上嗰啲美国啲 EP 三咧。系，跟住上嚟咧，EP 三咧咪喺南海岛礁上面咧咪飞嘅。
跟住咧，中國咧就會用啲唔鹹唔淡嘅英文咧就講嘅咩 ？This is China territory 咁啲啊嚇，咁你咧已經進入咗我哋嘅領土啦，咁你快啲離開啦咁樣。係。喂，聽講知唔知大細超噶 Alex？ 如果你係菲律賓嗰邊咧，佢就喝你噶，係大聲鬧你噶，係係啊。跟住你再唔你自己口乾自負呢啲好串嘅，粗口嘅。但係咧對住美國就斯文好多嘅，係係啦。咁呢個咧大家知啫，都有區別㗎嚇。係。咁我因為我真係聽過個聲帶，真係有區別㗎，係真係有區別㗎。好啦，但係咧 BBC 啲記者咧影曬入過程啦，係咁擺上 YouTube 啦，大家可以慢慢睇啦。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啲宣傳就做得好足嘅人哋。好啦，咁我講翻。咁咧，总之呢单嘢咧就美国就话航行自由啦，咁去啦，好啦，大陆要驱离佢啦。但系问题系老实，你嘅嘢咧，嗱吨位又唔够人大，系你载嘅导弹又唔够多，系咪？好啦，咁你够唔够胆射佢咧？开机炮你又唔够胆，咁最后招绝招就大家都系听阿力讲多啦，斗撞斗撞啦。咁但系问题系点撞咧？撞如果我撞你啰柚，咁我咪成日俾人话我搞你，然之后你咪有藉口搞我咯，系啊。咁於是佢就諗，嗱，好似諗衰嘢啦。嗱，只要咧係咩咧，就係、是、嗱，你攞個拳頭出嚟，我個身撞埋去，咁咧理論上都應該係你個拳頭打到我嘛。雖然係我自己炒埋嚟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佢就諗咗啲毒計，就鬥後鬥加速，加速。即係你知，通常咧，如果你航行老實，你會唔會開盡啊？唔會噶嘛，即係可能你咪開十零節，即係巡航速度啦，巡航速度咯，係嘛？即係最慳油嗰只，咁你可以開耐啲噶嘛。咁十零節咁咯，你突然間自己加速，去到廿幾節咁樣，最尾，然之後咧就一轉彎，最尾 cut 線，仲要 cut 線，咁大家知啦，仲要爬你頭，頂住你。嗱，如果我哋大家揸車明啊，即係揸車咧，如果你大路咁樣去啦，你幾耐冇揸？然之後有小路嚇，我好耐冇揸車，但我都識嘅。嗱，嗰啲大路啦，咁如果你小路出嚟，你係咪要等人哋大路先？等係啊，等冇車出得。佢依家唔係喎，佢仲要小路咧就衝車出嚟，仲要佢咩咧？佢唔係咧見你。我快过你，我出，我等你嚟，我先出。你嚟到，我先突然间插埋嚟。一插咧，就真系有个四十五度角，类似啦，咁样插过。系，咁即系计过嘅。系，插埋嚟嘅时候咧，仲要系咧，我啱啱系轻微挡到你条路嘅。系，如果你仲继续唔收油，就是、收油都唔得，要转啊，直头。即系攞块镜顶实你。系啦，咁你就要炒落我度。系，咁咧，你一炒落我度咧，我就占咗个道德高地，我就哦，你衰啦，你炒到我咁样啦，跟住就讲数啦，可以系咪想用呢单嘢嚟屈佢咧？即系好似嗰阵时攞个千八撞个 EV 三咁，类似嗰啲嘢啦。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系经过计算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咧就美国好嬲呢单嘢，你装个弹弓咁样，所以咧美国佬系非常之愤怒嘅呢单嘢。咁咧就当然我哋就之前第一次讲过啦，即系点样愤怒法？就点解唔撞埋佢嘅？点解撞唔到埋佢嘅？嗱。你講嘅呢個咧就真係美軍訓練有數啦，因為咧其實成件事咧佢哋話咧係四十五碼，四十五碼即係講緊一百三十五尺，但係咧嗱，你睇 Problem Mechanics 咧嗰個作者咧就好風趣幽默嘅，佢話。哇！我哋睇相啊，我以为得四十五尺咋，系好鬼搞笑。哇，四十五尺好短嘅啫，系四十五尺啊 ，Alex。我谂我哋两个 office 加埋都系四十五尺到啦，系咪？系咁短嘅啫，系我谂炒埋应该两秒到咯，系系嘛。所以咧，我估咧，其实佢哋炒埋距离咧，即系如果美国咧佢慢多几秒啊，炒噶啦，系真系炒埋。咁应该就系船长快咯，反应系跟住即系执行我都快，咁啊即刻扭太咯，咁就避开咗啦。咁你谂下四十五四十五码系嘛个距离，即系其实你一个足球员啊，射罚球啊，卡路士啊，劲啲都到啦，系咪先？所以系其实几得人惊噶。好啦，咁当然啦，嗱呢单嘢之后有冇后续啊？嘛，系而家个后续咧就有支彭斯讲过啦，系美国从来唔怕边个啦，系咪先？系啊，即系你咁样嗱，老实美国就冇错噶，定即系成件事美国真系唔会有错嘅。咁咧就有人唔专业。系咪？咁啊，将太平洋队嗰边有发言人讲过啦，系咪？我哋都转述咗噶啦。问题系而家后果如何咧？就开始讲啦。嗱，美国咧要报仇咧，就大把手段嘅。系第一个，我中意我咪继续自由航行咯。不过今次就唔系就我啦，可能咧大家就预计嚟紧咧就好多国家就开放。我带啲兄弟嚟。系啦，例如英国嚟。英国即系女王好威，要赶过嚟啦。嗱，你知啦，上面有一架 F 三十五 B 啦，一架系啦，再唔系咧，我拍紧啲 F 三十五 B 来帮你助威。啊 okay、然之后我哋就话联合演习。哦，好啦，第二个咧就系咩咧？听讲依家咧会组织一个叫做美日舰队。哇，美日舰队系咩咧？个概念咧就系你预咗咧，日本会出直升机航空母舰。哇，系啦，即系嗰啲出云号系啦。
嗰啲咩伊河豪，咁咧你遇咧呢啲就會嚟。咦，真係聯真係聯合男隊喎、啊！聯合男隊，美軍聯合男隊，係啊，唔係我哋平時講個聯合男隊，唔係意思，但係入係聯合男隊，唔係喎。但係嗰陣時而家啲咩出雲啊、嘉禾啲，用翻嗰啲名嘅其實係真係聯合男隊，蒼龍啊嗰啲係咪用翻嗰啲名嘅即係嗰啲軍魂要翻嚟。係啊，我想講咧，如果你真係呢單嘢隨時搞到係咩咧？就日本可能個 F-35B 真係買得成，然之後就上去嘅直升機航母艦，然之後咧就呢啲航母艦再加埋咧兩棲攻擊艦，都唔使用尼米茲啦，兩架呢啲咁嘅艦出嚟，哇老實啦，佢真係可以封鎖你即係中國沿海啊，係咪先？你諗下啲飛機用最勁嘅 F-35B， 炸彈用依家用嗰只叫做AGM-154C， 係係嘛？即嗰只 ASM 154C， 你知嗰只咧系隐形噶嘛？系，仲要超远，系500公里，系隔机隐形，系射都隐形，仲有空中加油，系哇好恐怖啊！成单嘢射出嚟隐形，系嘛？咁所以我想讲咧，你点打？咁所以咧就你话大陆惊唔惊咧？嗱，大陆真系食草都唔惊噶嘛，所以咧其实你话佢惊唔惊咧？佢唔识惊，佢唔系唔惊，佢唔识惊，系唔识惊嘅。当然嗱，你虽即系有人就话咁系咪习近平嘅军事知识太薄弱？我都唔敢讲，系啦，咁听到啲军武气焰咯，系咪先？系，咁啊应该会好啲嘅。紧要咩？系啦，另外咧，我哋又讲翻咧，就系、是、嗱，据说啊，其实咧，依家有人咧已经喺度分析噶啦，系就话咧，其实如果大陆啊同呢个嘅美国咧咁样擦枪走火啊，如果真系坚打，系应该点打？系诶，直头有啲咩人咧讲噶啦？即系我、這個、国家利益杂志即刻出啊，即系有人抽水啊！即系我同你讲，我同呢位讲啦，系即系自己私底下讲啦。我呢个唔系讲解放军赢定输啊，系我系过嚟估紧你死几多次，死五次好啊！我哋成日讲嗱，闲闲地啊死五次嘅，闲闲地死五次系啦。咁诶，我哋唔仲要唔计核弹啊？核弹就更加冇讲嗱。其实咧，美国最精锐系咩部队咧？有啲部队大家睇唔到啊，系。核潛啊，核潛艇，核潛艇先係最恐怖，因為咧，其實咧，你要講大殺傷力咧，咁大家都估到一定係導彈㗎啦。咁大殺傷力導彈最恐怖就係咩？就係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叫移動城堡啊？係，唔係講日本嗰套劇啊？係真係堅係移動城堡啊！咁入面咧擠曬咩？擠曬核彈嘛。嗱，你諗下咯，嗱，美國嗰個咧，我哋叫做俄向俄級啦。佢可以載24支，一支入面有10支，咁即係可以載240個彈頭。哇，係一個艦。哇，得唔得啊？毁灭一个州咯，但佢自一个艦，佢唔系毁灭一个城市，嗰个国家咯，毁灭一个州咯。系啊，五大洲毁灭个五大洲。嗱，佢有12架 ready 咗，系大家数学好啲，你自己计啊。12乘240系嘛？咁大家知道几多支啦？仲有佢6G 啲唔好计啦，跟住 B-52 唔好计啦，跟住 B-1 都冇计啦，咁B-2更加冇计。咁你唔系计全解放军输几多次，死几多次？我哋计全球毁灭咗几多次？嗱，你系咪好恐怖先？但我哋都唔系计呢啲啦，已经唔系计呢啲啦。我哋净系计佢咧两栖攻击舰，我哋净系计航母舰。嗱，你与海军大概有1000架飞机啊？哇！咁如果海军有1000架飞机，究竟可以炸中国啲机场几多次？全部四代合四代半啊？四代半全部四代半、啊。嗱，你越最炸都讲紧 F-18 啦 ，F-18EF 喎。仲有 CD 嘅。系 CD 都出埋啦，我出埋啊，出埋啦。跟住我当你 A 6都出埋啦。A 6喂，即系创帝火 A 4都攞埋出嚟，出埋啦。A 4 F 4嗰啲攞埋出嚟，都出埋嚟啦。哇，你边度够死啊？系咪？除非你出多啲千六顶一顶先咯。千六都快俾人击落噶啦，其实真系老实系咪？所以系好鬼麻烦嘅。好啦，另外我哋再讲就如果你睇咧国家利益杂志啊，佢哋就咁讲嘅几个战术同佢玩。第一个咩咧？第一个打海战咧，打夺岛啊！以前系咪一个叫跳岛战略啊？系跳岛战略啊！佢又讲咧，中国咧会系啦，中国咧就会加强咧，即系佢哋咩咧啲岛聚嘅防空啊嘛！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啦，佢哋会加啲干扰装置啦，系加啲防空啦，成咁样噶嘛，系摆啲潜艇上去啦，系咪？系啊，咁样咁如果佢用跳岛战略，即系咪嗰阵时打日本啊嘛？系啊，即系点啊？佢系逐个岛逐个岛打，诶唔系，佢就拣某个，即系拣某几个岛打。即系呢啲岛咧，就系啱啱可以连成一条线啦，俾飞机降落到啦，同埋可以即系够大起到机场嗰啲，系拣嗰啲岛嚟打。咁咧，佢哋就话咧，美军会用二次大战呢一个角色啊，就有机会咧就咁样去打咯。哦，系啦，咁所以咧，佢哋就话其中一个玩法就可以咁样，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实就啊，其实佢哋如果你讲玩法咧，真系好多嘅，好多玩法噶，系啦，好多玩法啦。咁当然就首先可以炸咗啲南海岛礁啦，另外一个咧，我谂最容易咧就系用海上封锁。海上封锁，咁海上封锁最好用咩咧？就系用潜艇。潜艇。
是啊，潜艇。咁咧理论上咧，潜艇咧头先讲咗啦，咁美国一出咧，佢啲核攻击潜艇啊，其实老实啦，我哋先唔好讲咧，佢依家嗰啲维珍尼亚，其实佢最渣最渣嗰部洛杉矶级啊，都够封锁你噶啦。咁但系其实洛杉矶级咧都已经慢慢退役噶啦嘛，咁啊出呢个嘅维珍尼亚级啦，唉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话出中国有啲咩咧，中国咧依家咧就091就冇咗啦，咁啊依家出093啦，咁有计叫093B 啦，咁样093B 咧 suppose 咧就可以射战略核弹嘅，咁另外一个情况咧就可以射鱼雷管啦，啊攻击啦咁样，咁但系问题咩咧？就是、中国嘅核潜艇个攻，即系嗰个数目太少，太少，其实就算咧你点样加埋都十架即系斗撞输，系啊，但系美国就好多架，美国讲紧50几架啦，哇，呢度个数量就差太远啦。好啦，另外就如果你话讲常规潜艇就好多嘅，但你觉得美国唔会揾日本咩？如果你讲常规潜艇边个靓啲啊？梗日本靓啲啦。你谂日本系清朝级啊，已经系次一级噶啦。哇，即系百几200架潜艇围住你，即系你真系唔识。你未计法国、啊，法国有余级、啊，哇，仲未计英国、啊，未计、啊。你唔使出港噶、啊。哇，你谂下，如果呢啲，其实你系封锁实成个中国东南沿岸噶啦，出唔到啊，根本就系咪先？你得个十几架，加埋你常规咧，人哋冇常规咩？日本都大把啦，仲有好多其实封咗。嗱 ，Alex 就话斋啦，佢虽然就话叫封存咋，佢咪退役啊，封存咋，其实佢装好多货噶，系啊，同埋日本呢啲靓嘢嚟噶啦，系啊，所以咧就其实系好麻烦。如果打海战咧，呢、這个系好鬼麻烦噶，所以咧就大陆咧你可以死好多次都得噶。好啦，另外咧我哋一定要再讲埋咧佢个 friend 啊，即系你知啦，佢个 friend 咧就系上少少嗰个邪恶轴心嘅全世界嘅邪恶轴心大佬啊，系。唉，就最邪佢噶啦。咁咧要讲讲咧，佢咧个问题就系依家北约嚟紧咧，就要出一招咧就围佢。咁一个叫做 Trident Juncture 2018，咁咧中文你咁粗译啦，系嘛？因为暂时未出啦。咁咧叫做三叉戟联合演习。咁样译住先啦。咁大家都谂到啦，三叉戟系咩嚟噶？武器咯、啊。三叉戟阿力索啦，希腊神话。系咯，武器嚟噶嘛？系嘛？系咪海神啊？系啊，波塞冬武器啊，系啊，波塞冬系啦。咁啊，即系嗱，咁我哋讲咯，咁即系其实摆明打边个，就摆明打你俄罗斯噶啦，系咪？即系打你海神波塞冬啊。系咁，所以咧，今次呢个战役咧系好搞笑，因为咧今次咧喺挪威咧就进行嘅，系啦，就10月25至到11月7啦，就嚟噶啦吓。嗱，我哋依家做个预告先俾大家听好嘛。咁咧，其实咧，我讲俾大家听咧，其实玩咩嘅嗱，其实分三个波段噶吓。系嗱，三个波段咩咧？第一个咧就喺挪威。个情况系咩咧？就要测试咧，挪威究竟咧佢个运输能力有几强？即系话咧，如果我哋而家咧将你所有喺摆喺挪威嘅军舰啊、坦克攞晒出嚟，而家即刻摆前线，究竟你要几耐先调动到去处理？系嗱，其实好多人唔知道，知唔知挪威系好多地洞啊？系佢好多地洞咧，收埋好多咩？佢系山多嘛？佢收埋好多坦克噶，系好多啊，成千架噶，哇！唔系讲笑啊，成千架仲要系 M1 哇！你系咪谂到啊？美军摆咗系啊，摆咗喺度啊。哦，系咪恐怖啊？恐怖！原来佢有好大存货喺挪威噶。摆喺挪威做咩？摆挪威随时 ready 呢啲位咯。ready 咁样佢喐佢咯，喐边个先咯？但系挪威行过去都几远噶。但系挪威有呢啲位俾你挤啊嘛。哦，我估啊，同埋挪威前线噶嘛，都算前线噶嘛。但系挪威即系守住英国上少少。系啊，对上系啊。系啦，咁所以咧，挪威咧系有啲窿嘅天然。系，理论上瑞典仲好，但瑞典系中立国啊嘛，哦、瑞典咪北约啊嘛，瑞典仲好啦，瑞典个位再落少少噶嘛，其实应该仲好啲嘅，但你冇计啊，退而求其次，你揾挪威，系，挪威有好多货嘅，原来佢哋话咧就系、是、咧，因为咧苏联咧唔系俄罗斯啦，即系佢个位一出咧，嗱 suppose 就冰岛啦，系，咁但系其实你再出就挪威啦，跟住再经英国啦，系，所以佢话咧挪威呢位一定守得好，系啊，一定守得住，嗱，大家从。睇地球仪，一定喺哪个最北嗰度睇翻落去啊？系啊系啊，唔好睇本地图啊！冇啊冇啊，你一定要立体睇啊！一定立体喺北半球睇落去啊！你发觉挪威同俄罗斯佢哋系更短嘅，如果你更短噶，啱啱两个角头嚟噶，系更短噶吓，即系我唔会计翻。咁所以咧就佢哋话第一波要先试挪威顶到几耐，系第二波就系波兰，系嗰扎啦，系即系你见波兰啊，前线少少嗰啲位咯，芬兰嗰啲咯，系啦，波兰芬兰。咁咧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如果挪威打啦，跟住呢啲位波罗的海三国，佢哋顶到几耐？系咁呢啲咧就要去支援。哦，我觉得波罗的海三小国都系冇得顶嘅。唔系，即系佢哋就要试下有几顶到。第三波就轮到咧后面啲大佬啦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呢扎，究竟你要调动你啲 mobilize 啲部队过去要几耐？系。嗱，今次嘅規模咧唔系少噶，今次嘅規模咧系45,000人。我想讲，如果以欧洲有45,000人咧。感觉就好似咧，俄罗斯出30,000咁劲，即系一个打10个嘛，你知唔知？系咪？所以好鬼劲，出动到10,000架战车喎。
哇，60架战车，系啊，一万架 Vigo， 哇，即系等于等翻以前苏联啊，几万嘅坦克，即系嗱，入面有运兵车啊、坦克啊、运输车两乜都齐啦，60架战船。即系平均四每架车坐四个人啫喎，系啊，好舒服啊，好舒服啊，好富乐啊，的士都五个啦，系咪先？我150架飞机啊，系3-5-4一个参与啊，咁所以你发觉咧，今次咧动真格喎，仲有啲海中，仲啲坐船喎、啊，可能真系随时依家车坐三个人嘅，系啊，好爽噶，其实系啊，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咧，即系美军咧，今次咧希望啊，就美国咧。即系带队啦，听讲今次咧带队咧就，因为佢哋有个特种部队嘅话，个特种部队咧就欧洲咧就唔知有10多万人啦，好似咁美国有啊，唔系可能欧洲大概10万人到啦，美国就15万人多少少嘅，佢哋今次嘅总帅咧应该系德国，系应该系德国带队，系唔系美军，系德国带队啊，唔系佢都话轮嘅，今次到德国咁咯，咁就即系睇下德国嘅指挥能力。紧要啦，波斯湾战争嗰个主帅啊，美国嗰个主帅都系都系德裔噶嘛。但系美国人最好嘅地方就系其实你咩裔都可以做司令噶嘛。之前嗰个太平洋司令都系日本人。日本人啊，半边日本人啊，冇所谓噶，你唔系中国人得噶啦，同埋唔系俄罗斯佬得啦。总之你同邪恶联盟冇沾上边都 OK 嘅。嗱咁讲翻，今次咧最过瘾地方你知唔知？佢邀请咧俄罗斯啲人咧派啲人过嚟睇啊。系啊，摆明震慑你啦！嗱，俄罗斯依家系未应承噶，未应承派人嚟做观察。其实，哇，你俾咗我，梗系派。其实你边最想边个去啊？中国最想佢。喂，你不如邀请我啦，我去啦，我想睇，我想睇你点演奏啊！你可唔可以邀请我啊？算啦，我拿佢呢单嘢咧，你怪唔好怪细佬啦，你俾我去睇啦，不如。其实咧，最想睇个咁嘅大陆，一定系啦。所以咧，我想讲啊，如果俄罗斯今次去啊，大陆一定翳嘅。系，我想睇埋一份。系啊，我同你讲啦，呢啲咁嘅演习唔紧要啦，搵紧入籍俄罗斯咪得。哇，呢单嘢我真系想讲啊，即系你最流口水嗰个就系大陆解放军啦。你谂下佢出动到呢个咁嘅规模啊，梗系玩啦，系咪先？所以咧就嗱呢啲咧，呢啲千载难逢机会吓。即系我想讲北约都要威你一次，因为你之前做咗西方同埋东方演习嘛。我今次威一次俾你睇咯，所以系军迷值得期待嘅。系啦，我哋之后咧，我哋都会继续报道嘅呢个，好嘛？好，咁就请大家咧就再观赏我哋其他厕所啊！好，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